好。我走了。怎样？他刚刚为什么出现一个找到了？那个找到了不是？不是什么抢劫哥才会出现的吗？勒索哥才会出现的。哦，有，7000多万了，我还不干死你！啊，我们就很凶。你看起来挺有精神的嘛。要是闭上嘴让你打，就不用拿钱出来了吗？不，钱还是要拿走。这个枪对他应该没有用吧？我们拿，看一下230，有更强的武器吗？好像没有。我好像拿青龙刀砍他，拿青龙刀砍砍看好了。哎，话说我舞者，话说我的壮阳药龟壳花还有很多啊，看一下，7瓶够了吧？啊哈！哇，好猛哦！有没有看过双青龙刀？啊，扎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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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扎！双青龙刀有没有看过啊？走呀！双青龙刀，有点猛啊！哇，好猛啊！哎呦，干！你们不开玩笑？哎，好烂哦，武器一枚，马上，等一下，我就是风格问题哎。先换一下那个，哎，干，我干不死盆栽。我刚好被盆栽戳欸，呀呼！走了呀，退！走了呀。走了呀！哎靠！吓我一跳！哎，太多了！哎呦，多打了一下，弹刀了。走了呀！要砍一刀就要闪，不然他会恢复原本的模式。哇，他狂暴，先回满，喝个壮阳药，我都是喝壮阳药打，勒索哥的。
进去，进去。收下七千多万，是我赢了。勒索别人是为了完成计划必要的一环。好，下。